传奇的冠军及三料人马 Gigi。我在比赛期间试过把声的状态不是那么好啦，那当时好像打沉了我士气，但是我觉得始终都是要面对啦，我要拥有一个好像运动员的精神这样去克服它。虽然真的个状态未如理想啦，但是都可以让我走到最后一集，我觉得是一个荣幸和很幸运。而他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他心无杂念，这个人由十二岁来学全心全意去唱歌，就好像海绵一样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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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